我们前镇区区长、李新之区长，哎，感谢你，感谢，感谢。在阮人生身份，会当庇护咱高雄市政府，咱的市政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风调雨顺啊，都平平安。感谢咱叶匡时副市长百忙当中啊，今天来到你做球场的迎回乡，感谢，感谢叶匡时领导，谢谢。感谢这份九华山地藏菩萨，永仁寺观音佛祖，龙华山天师爷，洪台的关圣帝君，全国会员官的关圣帝君，来去敬神参拜，奉香参拜，请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来一香。以及咱的弘扬关帝文化有限公司，咱的总会长董明光，董明光副会长杨福雄，啊，咱两个在贵宾麻烦上台一个哈，麻烦上台一个，带来一个点灯仪式，点灯仪式，啊，我重复一下哈，咱的总会长陈展松，荣誉总会长郭永志，创会会长吴朝煌，财务监事赖旭新，现在片。弘扬关帝文化有限公司创会会长董明光，副会长杨福雄，麻烦这次会贵宾长官，麻烦请上台，谢谢谢谢，麻烦您一步请上台，谢谢。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六鞠躬。